一块多一瓶，一块多一瓶。这个蓝莓叶黄素纸软汤呢，今天呢老纪就卖一块多一瓶。我知道我这个视频啊，一旦发出就会得罪很多同行。同行呢，你爱咋说咋说，我卖的心安理得。哥姐们啊，不要再去拍别家18.9给咱发8瓶的蓝莓叶黄素纸软汤了。现在呢，厂家自己卷自己啊，直接给咱卷到了10瓶。现在呢是18.9的价格，整整倒数10瓶。另外呢，老纪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爹的支持，咱再直接挂一张3块钱的优惠券，咱哥姐姐点开下面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。这是15.9啊，给咱发10瓶蓝莓叶黄素纸软汤。咱家这款蓝莓叶黄素纸软汤呢，是南京同仁堂的大品牌大厂家，并且呢是 CPIC 太平洋保险承保的，咱吃着更放心。好多哥哥姐姐一直私信老弟，就说咱家这款蓝莓叶黄素纸软汤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？其实啊，它这个是不挑人群的，就像咱平常眼干、眼涩、眼疲劳，经常 iPad 手机不离手的，经常在强光底下工作，在电脑底下工作的朋友啊，咱都可以去吃它。像小朋友呢，经常玩 iPad、经常玩手机啊，经常打游戏的，经常照台灯写作业的，像家里的老年人呢，经常刷短视频、经常看电视剧的，咱都可以备上一瓶蓝莓叶黄素纸软汤。大人呢，咱一天吃两次啊，一次吃3粒就可以。像家里的小朋友啊，咱一天吃两次，一次吃2粒就可以，都是这样独立小包装的，特别 Q 弹。它这个味道呢，就是 QQ 弹弹，酸酸甜甜啊，像吃了一颗小糖果似的，蓝莓口味的。并且呢，咱家的款软糖啊，真实的添加了叶黄素纸。叶黄素纸呢，咱大家都知道啊，它是眼睛的一个保护伞，通常呢是需要外界去获取的，而且呢还特别添加了 DHA 藻油和胡萝卜素啊，对咱们啊真的特别的好。关键呢，今天的价格啊也太合适了，厂家18.9啊，给咱发10瓶。另外呢，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，咱挂了一张3块钱的优惠券啊，咱哥姐姐一定记得领券去下单啊，直接是15.9给咱发10瓶蓝莓叶黄素纸软汤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老弟这个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去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还有没有。如果是15.9啊，给咱发10瓶的话，咱赶紧圈牌。